三角哎，要拍新剧了，听不到说话。我去，那我就换个地方。不卡了。昨天看本看到五点多，我又是个不错的本。而且这个剧不会像那种特别让人觉得无语，是都有脑子的。你也不会看到什么纷争，公司纷争，不会看到那个什么几个亿几个亿几个亿的那种。情感戏特别多，也不是甜剧吧，也是虐剧，但是虐我。悠悠鹿鸣别问，这个，哎，咋说呢？他们是要抢档的，就是说，就他们不让我透露，就是说他不一定什么时候上，反正近期吧，应该是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他不能那啥，不能，他们要抢档期吧，那意思。对，没有车祸，没有。啊，有没有绑架？反正没有绑架。哭了，我哭了。我昨天晚上最后看哭了。你的眼睛，甜剧啊，甜剧我演不好。编剧我就演点那种那什么的还行。C 天地 C 真都真都女士C 真都女士的。我演过甜剧，但甜剧一般都，要不然就是那种，我适合演 A 一点，不适合演那种深情那种，没意思。我自己觉得都没意思。哎呀。
我能找个找个啥地儿呢，还得坐星巴克门口。这啥的这演喜剧吧，演喜剧我不演过两个吗，是没什么不吸粉儿啊。先虐后甜啊。真子为何你的眼睛比海冷漠，小李去买菜去了，我弄了个民宿，小李买菜，然后晚上我们做点菜吃，自己炒点菜吃。分手后秦总，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我吧，自己开的民宿，我就是公司给开的。做饭啊，可以啊，想看我做饭是吧，做一个呗。做饭最近让小李买了点那个，我看一会儿有没有，哎，有没有那个什么呀，叫什么来着，高粱米水饭，真的有200米，东北特色，做个小葱拌豆腐，再做一个糖醋土豆丝儿，糖醋辣土豆丝儿。再整个啥呢，麻婆豆腐做不了，不会做，对，酸辣土豆丝儿，再炒一个蒜苔炒肉，小鸡儿炖蘑菇就算了，炒点菜就行了，炖那个太费劲了，番茄炒蛋也可以，对，来个番茄炒蛋。啊，这几个菜就够了。哦，猪蹄儿就算了吧。哎呦，这民宿那个有没有暖，有没有煤气呀、啊？我的妈呀！
碗你有，你看不是你现主要是那个民宿煤气能不能弄啊，有没有气儿啊，你别没气儿。魔芋烧鸡，我见都没见过魔芋烧鹅，魔芋需要烧鸭。啊，没有燃气怎么洗澡？试试，应该有燃气。这几个菜拿手的菜，一个苦瓜炒蛋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蒜苔炒肉是我拿手的，再来一个糖醋，酸辣土豆丝儿，再做个啥呢？够了，我觉得这四个菜，小李再做俩够了。可乐鸡翅那就算了吧，那小孩吃的。拍黄瓜拍不好，我拍不好。再弄个汤可以啊，弄个紫菜蛋花汤。番茄牛腩是吧？可以做。眼睛如此冷漠，四菜一汤都是蛋，那咋了？别的咱也不会做，你还要求啥呀？你老公非得去考个证才行是吧？能做就不错了啊，别要求那么多啊。东北爷们儿，我11岁就开始做饭了。11岁没人管我，我自己做，自己炒个鸡蛋，蒜苔炒肉，拿手的蒜苔炒肉。酸辣土豆丝儿前两天在桂林我做了一个，感觉还不错。所以说这回就哎呀，这小子坐上了，坐上面了。13岁自己做饭不错了。挺好的，自力更生。我想吃我家那时候我家楼下那个炸串儿了，那个炸串儿是那种酸甜口的，是用番茄酱、辣椒酱，然后别的也不用了，特别好吃，拌豆皮儿也好吃。你儿子除了学习啥也不会，那可不行啊。你得让他该打游戏打游戏，该处对象处对象。该干啥干啥。
你别等到20多岁了，对吧？对象也不会处，净让女人骗，也不行。全方面发展吧，学习能学到啥时候啊？该处就处，缘分到了，你能不让处吗？我4年级就处对象了，没有学习压力，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看我未来老婆啥样吧。等我儿子要处，我闺女肯定是不能让他处。儿子要处对象，老师要管。我说你爱干啥干啥，我儿子处对象能咋了？我儿子处对象有错吗？闺女就不能处了，闺女坚决不行。你儿子处的是别人家的女人，那让我儿子经历一点虐恋不也挺好吗？反正我是支持的啊，大不了就让人家长一顿打呗，打完接着处。我要告诉他，你的爱情坚不可破。谢谢汤宝宝女士。你的眼睛比海冷漠。混公司。一直好我你的就适合。昨天看完本想给小五物色个角色呢，哎呀就看本看太晚了，他把那个演员都定了。谢谢阿林。小五在干嘛？小五在睡觉，在补觉。他说这两天不喝酒，浑身难受。我让你过来呗，咱俩喝点。我不行，我要睡一会儿。女人是你先惹我的，这辈子说不出来吧。比海冷漠，昨天我在还说是不是你看到到150万给捐了，然后我直接走了。姐姐，你说那150万，啊，咱们能买多少个车？漂亮，漂亮，能买多少？人家咋说的？然后可挖一个，自己来也行，能干。然后我也不要他30万。西安最近还行啊，我第一天来还凉快呢。这部剧没有那些烫嘴的，这部剧没有那些烫嘴的词儿。
不演霸总演啥呀？现代的。不是瓜尖儿，戏还挺多的，天天满戏，戏都是满的。女主是你。这边都踩浆糊，我喝不了啊，啤啤我是喝不进去啊。红酒也喝不进去，现在是不想喝，但是还得喝。这部剧拍八天，八天还一天41场戏呢，不知道咋拍呢，到时候看了吧。少喝对身体不好，过了30就能感觉出来。是的，我现在28我都能感觉出来，又熬夜又喝酒了。离开冷漠，这小白岩直播是吧？你叫他呀，小白岩还在伤痛中无法自拔呢吗？小白岩还在伤痛之中。帅呀、啊！咋没灯牌？没点灯牌，赶紧点点灯牌啊！不晒的地方，不晒的地方没有信号，就卡，我就晒会儿吧。这一会儿，谁正常人？正常人感冒10天还不好啊？
哪了？又卡了啊！当我在其中，你会在想。浪漫的心。